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二牛，今天跟随二牛的脚步，一起观看太古里第三期。Hello， 美女。嗯。哦，那不当的吧？没有。哎。鱼的旗子。嗯。去了才好。好的，特别好。嗯，我走快点。抖音名字发个微信，发微信上。发在微信上。嗯，好，准备。太仙女了吧，这也美女，美女，太好看，太好看，太好看了。这个太有气质了。怎么了？你在笑什么？看一下。仙气飘飘啊，太好看了吧，这也。哎，我手还有。美女太多了。那你才行啊。那我送你哈，我们带着他。美女社恐啊，专业经纪人是吧？拍墙也不行啊。美女好漂亮啊！
大爷，今天上你又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有人说他是男的？他是个男的吗？黑色的环境极其恶劣，你看有两个保安，这女的名气太高了，都有安保，我也想出门被安保所保护。后面，对对对，后面有。哇塞，这美女身材好好啊！毛导上来呀？哎，毛导，你看这小眼神，这哪个男的都不喜欢呀？这小眼神，看见没有？哇，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！这表现力，这谁不喜欢？看现场的男人都比较躁动了。哇塞，兄弟们，就只有这样了啊，太舒服了，太好看了。春熙路啊，春熙路人多呀，太过里头走路。哦 ，beautiful。这会儿春熙路就差不多了，我算了一卦，明天申请50万，狂飙，狂飙啊！哇，这身材，真的太美了，兄弟们。好不好看，兄弟？好看是吧？好看，好看。实话是吧？太好看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哎呀，害羞了！哎呀，害羞了，害羞了！不要把脸遮住！害羞了，害羞了，害羞了，害羞了！你看啊，自带光芒，脸都红了，哎呀，脸都红了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完美啊，真的，哎呀，我要运镜了，我要运镜了，哇塞，完美，完美啊，完完美完美。完美完美，可以。好不好看，兄弟？好不好看？好看好看，我超喜欢。超喜欢是吧？他的名字叫韩毅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四张电池，走了，兄弟，来电池，来相机那个电池，我来相机那个电池。